有点狠的法爷。不是不是，通灵，通灵，通灵。法爷上身。那个那些叫出来的小怪没有帮你，三只，然后靠右边站，靠右边站，右边贴墙，不是左边，右边。我等他第一个突刺扔过去。这蚊子拉了没事吧？没怕呀，求稳啊，怕的我石头忘换了，没样了，两只是吧，把里面的那个蜘蛛拉进来。等会儿，我怕我看傻。二仔，嘟嘟就是好。有狮子。这个三个都出来以后，直接一个群运。二仔自欺欺人。断，东看断，东看断，群断。是我的晕吧？我给晕了，我晕了晕了。你跟我的群盾一起扔了。哎哎哎！你怎么又抓着你沙发了？哎！你们注意攻略了。我操！立盾，红旗。上了，那波对，这波要一起死是吧？等一下呀，你们，我没有爆发呀！先不要留爆发了，看他那波可以。打打骷髅吧。防气爆发多少？一分钟吧，也是。一分钟。刚为了断那波怪，所以把爆发破开了。不然我们呢？完全不用单买，我们两趟就好，直接上了。
前对这个墙。不要用 buff 药锤啊，很快就隐形了。一打断准备。啊，不是有五分钟，有五分钟可以用，可以用。集合分摊。第一波球，你们就正常炸；第二波球就站门口炸，然后踢拉走，边拉边打。我应该也活不到第二波球。哎呀，这都没有七十五码吗？那个球不用吃了呀，我追远那个球。目标是你。那个两个房间一起打六个怪。对面的那个房间有吧？不，右边，不要管，管里面。快打断！走过去。哎呀！帮忙驱散。开断。就这一波是吧？行，这个我可以不用断，这个我可以去。哎呦我去，太凶残了你！不成啊！单打？就是吗？发生啥了？你们不应该把伤害都包到 BOSS 身上吗？正好撞好呀！这个你们小心，不要站坦克附近。我已经顶着墙了。哎呦完了，我从一个挪到另一个，对不起。这个远程可以在房间打，比较舒服。三指，这铁链子绿罩断不了是吧？不能打。让我试一下。帮忙驱散，快跑！来了。不可以，操！这不给你留了个门吗？你都沉默我了，完事儿了。没办法，坐轮椅坐习惯了。这不给你放那个什么了吗？放那个，这叫什么门了吗？啊，三只拉过来，还是野。先打，对，大天撸者是吧？帮忙驱散。你爆发还有七秒。快跑！走。过了。不，左边房间，打完出奥曼，里面打120，里面打，走进来野区120，都拉过来，有一只小怪在打我，帮忙驱散，好。哇，你们这凶残，在这打我们，打完隐形跳两波开门，我
表现完成。解散了，直接跳，直接跳，这个不打，这个不打，开门。这个三只三只打过。完了，现在是彻彻底底打不过这火法了。法爷那阵装备不行的时候，我还能混一混。我出了上礼拜出了一个项链嘛。完了，打不过了。按着就叫摩擦了。先往回拉一点，他要不放那个地板进去。对，放地板还往前走，还走。就是我说我往回拉一点，这样等会我们还有别的位置没放。嗯，怎么没地板呢？没地板呢？这个许多怪。左边那个不打，左边单只不打。他都看不见，我操！跟着那个发亮的人走就行了。谁又是火又是血？小心不要开门！痛！应该不会。亮鬼左边和右边肯定各有一个，但是哪个确定？会打一个实战鬼，然后剩下的全都打，就会在这个 boss 之前出奥曼。有够短。有血，会有血。拉对了，拉出来可以吗？那个可以。那放一滩血。能拽出来。CD。这样。啊。打死算了。好。很疼，看一下这个实战鬼，实战鬼应该会出来了吧？对，出，单打。其实到点直接没了是吧？好吧，懂了。鬼DK跟我说，他说这版本的血DK不叫电梯血了，叫跳楼血，也就是从100到0，没有说上来的。小了吗？有一波，应该还有一波巡逻怪吧？没有，我把里面的我记得这会打的是这波吧？
里面打，里面打，开出来打，开出来打。对，打完就要慢。我没了，不说了，再见。我没了，不说了，再见。什么鬼？后面不用影响了是吧？那个，如果你连了保护，你就敢打这个 boss 一点，赢就给他一个保护，点我不用。没有点，没有点，我点了奖杯。哎，那刚才那个保护？哦，保护一直都有。啊、不是破咒。后面是不是不用影响了？我直接可要了。是天赋的额外技能。啊、不用你，不用。打这个，我不该是谁了，不要傲慢就不看了。他其实他会先往左边，先右边的打的都先好。现在这个吗？喂，不能理，对不起，好的，对吧？目标是你。我们不应该先在里边吗？我们应该先在里边，然后赶紧走。谁玩赶紧？不是我，差点没。不用管他、啊、后边全清那个这个走廊我不用开门吧，就是只是站外面的全清就好了、要开那个晚一点开先把那个我他妈倒的差点挂旁边的我好像要74.5喂小红74.7啊74.5、啊、我上次拉了个74.45然后差了0.0先那个小心110啊、他应该可以到了就卡西耶到了卡西耶、啊、卡西耶把他卡过来没有技能行吗还行房间两只吧，这房间都要开是吧？房间两只先打，它会出小怪，所以不能一起打。我给你拉了啊！我自己过出小
我靠！靠，你俩这啥伤害呀、啊？八爷，我虽然很想给你站桩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嗯，没所谓。打我，生活不能自理。70.6。嗯，打到74，再打一波。对，打完这波就够了。发了浩劫光错了，发了个邪煞，不大了。可以走了。这技能为什么叫浩劫？下去能与之一起吗？先打右边，右边三只，那远处也对。先有浩劫，后有剑。俺像大挑日神仙是吧？帮忙驱散。把料断。啊！黑化。碧丽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。啊？这是啥呀？这个梗不是 PDD 的吗？啊 ，PDD。早知道，对这个 boss 有啊，好吗？他把烟捡起来抽反的，就先有高珠后有天，反向抽烟日神仙。可能这个梗也不是他的。我们是不是最后可以跳一波怪物？我觉得是你。你后边要不跳最后，要不跳就是门口那三个大怪，但我建议跳最后。建议跳最后。对，跳最后门口三只，你灭了一波，灭了一波就永远不会再回来的。那就是说，一会儿还要吃饮料水是吧？那我就不吃药了。啊、最后五分钟之后，这个 boss 可以用。那我吃了。别别，拿不着了。要防止这里，多少以后最后那三个、别上了，我开始吧。这个注意减伤，这个第一你们第一个我不吃，第二我都不吃，你们全吃。我也不吃，我一个都不吃，你们吃，我立正，跟萨满抢一块儿去了。绿罩挡不了的，但没有道的，没有道的后续的。注意减伤。对，我这个也不吃，你们可以不吃。家伙的猝死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不吃怎么样？把打死了。喂，我开个技能就好了，有应该不死。
五马分散。这个怎么飞闪？啊，我就记得我是个毁灭兽，这减伤应该够了。哦，我拉好了，拿盾，然后拉前面那一波卡视野。我吐了，刚才这 boss 我爆发的时候打第三，好像谁没有开爆发药水？不是，我说我爆发药水的是个宿主打第三。啊，这不妥了。你是怎么没的，兄弟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吸了。快打断！哎呦！别续了，别续了，别续了，完了。那个能控一只吗？控一只呗。你朝最左边的可以仇恨分离，挂完了，黑盾就没了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锅，对不起，哎，快跑！为什么有一个仇恨不在你身上呢？这宝宝又在挨揍吗？我靠！为什么我奶不住我自己的血？快跑！主爹，对方正在攻击你！我操！快快快快快！不是为什么我最后这个手有链子，有链子，好不好？有链子，有链子。下萝卜，下萝卜，下萝卜。哇！嗯，大怪不，你们不要管大怪。好，他是一只了。这头还能拉一下吗？嗯、我刚还不拉了，没了，兄弟。他头还没有过来吗？链子，链子。机会把骷髅打死了。哇！兄弟帮，这一回没跳怪。嗯，然后打 boss。顺便放个杰维斯，谁这么体力？然后点不到。然后怎么打？全打，就正常打。打到最后那三只大怪的时候，隐形走，进房间。这个桥上的 boss 冲刺也是可以躲开的，是吧？不能。boss 吗？你说？我说现在桥上这个冲刺技能是不可以躲。我开下一波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靠！我要没。哎。站起来！站！站住！哎，没断走啊！操你妈！这个。哎呦！盾去哪儿了？那我吧，我没有技能。盾捡了吗？嗯，捡了。没技能啊！快找掩体！不如死！断！
木、钢骨，还有。还没想到呢。给他没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。哇哇！爆炸！太恐怖了！没有爆炸。这不是一走到这个桥，他就进入战斗。还好现在熊不给兵了吗？有技能才去下一波吧。行。差不多了，应该。好了。That prisoner belongs to the master. You will not take it. 领导。再领导。下一波吗？这个打到下一个阶段80%。配角掩体。打到80%，请抢关，然后下一波。哇塞！可以打下一波是吧？下一波那些啊没关，下一波小的那些怪不少。上，太卡了，太卡了，我卡了，我卡了，什么鬼啊！我靠！我吐了呀！没事没事，融化融化就行。下一波，还是要跳怪啊？啊！打完，打到 boss， 打到70%的时候跳啊！我跳不了，现在就熊。那就是吧，这波最后不是有实战鬼吗？你看那个跳。那我上了这波，你牛逼！你上啊！求恩 ，boss 了。我靠，逃都逃不过来，太狠了。这个打火法一定要单炒火法。配角掩体。打到70%，就清完小怪也行。这熊应该不会再刷了，你要刷。隐形进房间，先走吧，提前走。谁进战斗了？这视频没事，这视频不算的，这视频不算的。那不是我吧？没有了，视频就跳一下就好。怎么进战斗就是我呢？没有，我刚看到橘子一个那个火冲过去，啊，火步。啊？
这怪就没了。我怪呢？我怪呢？怪呢？操！哎呦！我打法爷打了一万，我打了九千，好吧？法爷打了一万二，我打了九千，然后怪没了。那个小心你打外面的，不要等。哇，我好难躲你们这个呀！哇，去右边的呀！这两只不要慌了，不要。好，出好。盾。我操，这都没躲开。注意脚下。啊行，擦行。八秒后准备出手。快找掩体。注意脚下，跑开人群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注意脚下，跑开人群。哎呀，为什么是先打我呀？快找掩体。注意脚下，牛逼，牛逼！哎呀，打晕海岩了！